师兄，你现在在哪儿啊？还在沙漠吗？战争在我的印象里，就是那些新闻里面的画面：榴弹、爆炸、血肉模糊。晚上我常常被这些幻想折磨得睡不着，又怕自己的乱想应验到你的身上。 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好吗？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小李哥、阿云姐，还有温州那些老乡，帮助我开了一家餐馆，很快就要开业了。只可惜，你不能在我身边跟我分享这份喜悦，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志雄，我想你。我每天都在祈祷，你能平安的回来。阿月，我也想你。从一起登上教堂山的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说，大山作证，如果我能平安的回来，我一定要采最漂亮的鲜花，买最夺目的钻戒。 向你求婚。我不要鲜花，也不要钻戒，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你能回来重要。我只要你，只要你回来，我们就结婚。我要天天牵着你的手，走在马赛的街头，看人来人往，看日出日落，过最平常的生活。你快回来吧。 别再让这些疯狂的念头折磨我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你不在的日子。阿月，你的担心比战争更让我煎熬。虽然我也希望每一声枪响都是最后一枪，希望能够早点回到你的身边，但是我既然选择了，就必须要坚持到最后。 我要拿到合法的法国身份，让你不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为了这个，经历再多危险，也是值得的。师兄，我只要你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我的身边，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阿玉，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去，回去娶你。 还记得我送给你的礼物吗？看着它，我就在你身边。阿姨，雨洁，这是王女士的太太。欢迎光临，这里边请，你们好，你们好，谢谢，欢迎。 郭姑娘先生，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还要靠你们帮助啊！谢谢阿宇，阿宇，恭喜恭喜恭喜！哎呦，最近累坏了吧？还行还行，确实，哎呀，欢迎欢迎，这里边是吃的，好吃的啊！哎呀，阿宇，哎，这是郭总，太太，郭总，先生，包工资，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来，开始吧。 哎，阿宇啊，啊，小李哥夫妇怎么还不到？我都该过来了。不到啊，但他们说好了一定会来的。是吗？啊，这都这点了。阿宇，啊，进来一下。啊。怎么了？那我桌签这么安排行吗？好。那不行，本身这事儿就小李哥夫妇张罗的，他们不来，咱们就开始不合适。那你赶紧跟他打电话。 行，好，好，他跟他换一下。哟，小李哥嫂子，怎么才来就等你们了？阿宇呢？里边，里边，里边，里边。哎哎，阿宇，阿宇嫂子，你们怎么才来呀？急死我了！哎，你就直说吧，别让阿宇着急了。 怎么了，小子？志雄在的那个外籍兵团
今天有一个温州老乡，志雄在伊拉克受伤了，反正受伤了，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状况。 我要去伊拉克，去哪儿？伊拉克。啊！你说什么？安云姐，这店刚开张，玉琪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你跟小李哥有时间的时候，能不能？这还用你说吗？我们绝不可能让餐厅掉地上。可问题是，你要从法国去伊拉克，这得经过多少国家呀？你这身份本来就是问题，这就跟去西天取经有什么区别呀？我不考虑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志雄的影子。不管怎么样，我得见他一面吧。要不然我肯定得疯。 我必须得去。好，就算老天爷帮你到了伊拉克，你怎么回来？你没有身份，法国移民局根本不让你入境，你怎么回来？说的轻巧。我可能把法国丢了，但是我可以找到一个让我一込子依赖的人。阿宇，你不能去啊！ 好好好
行了，都是朋友嘛，是不是？来来来，好了，可乐吗？走吧，走吧，走吧。嗯，谢谢。 Are you Chinese? 我温州的。哎呀，他们是老乡啊！我是乐清的，你温州哪的？我是瑞安的。哎呀，老乡，老乡，老乡！你好，大哥，你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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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哎呀，在这碰到老乡了。我以为我就够冒险了，没想到您还比我先来这儿呢。嗯，胆大不怕路远，技多不怕路绝，不冒大险怎么挣钱呢？是不是？ 咱们这温州老乡可真不少啊，有开酒吧的，有开餐馆的，有跑运输的，有配送的，还有啊，承包洗衣房的，只要哪个挣钱就干哪个，那怕什么呢？那倒也是。嗯，你到这儿是做生意啊？我来找我男朋友。啊？找男朋友？啊。见着了没有？ 没有呢，他在法国外籍兵团，我向好多人打听过，都不知道在哪儿。外籍兵团，天哪，那可是最危险的，哪危险就把他们派到哪儿。您知道在哪儿吗？知道啊，就在沙特和科威特边境。哎，有一次啊，我运了一箱烟啊，跑到他们那儿，一天不到，叮铃哐啷，全被他们抢光。 到处都是乒啊啪，乒啊啪，大冷枪把我吓得呀。去过以后，我是再也不敢去了，给多少钱我都不敢去。<笑>但您是有办法到那儿的，是吧？哎，我跟你说啊，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啊。来，你坐着啊。 谢谢你啊！啊，我说你过来就啊，我的巴掌啊！哎，等等，姑娘，你真要去啊？真要去？这沙特有条法律啊，单身女子不允许入境，你根本进不了沙特。 我都走到这儿了，我不能回去吧？哎呀，好吧，你再多等2个小时，一会儿啊，我要去边境附近送批货，把你带上。<笑>谢谢大哥，我付您钱。哎，我说过了，多少钱我都不会去的。你是老乡，我得帮忙。<笑>哎，咱说清楚啊。 大哥，姑娘，你真的想好了？这真的很危险。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是小股的东国部队呀，他都不敢擅自闯这儿。有妞送我这身衣服给我壮胆儿，我就不怕了。一路平安，再见。一路平安吧。
你好，女士。找到车吗？你是法国军人吗？当然。啊，太好了！我总算是找到亲人了。哦，我是外籍军团的军属，我想到军团去见我丈夫。那是一家人了，请上来吧，我正好去那儿。谢谢。是雷奥少尉，漂亮妞，你呢？叫什么名字？我丈夫姓黄，你可以叫我黄夫人。你是日本人吗？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你长得可真漂亮。我是交了什么好运气，在这个鬼地方遇到你这样一个美女。自从到了伊拉克之后，我很长时间没见过女人了。你刚才说你丈夫在外籍军团吗？是的。这可太疯狂了，冒这么大的风险，跑到伊拉克这个鬼地方来去见您那个一听到枪声就把头扎在沙子里面，用一种连上帝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语言去祈祷的丈夫吗？夫人，你确定你丈夫他还活着吗？你太无理了。我们家族在法国也算是古老家族了，我的祖先就在拿破仑军队中当过将军。虽然这是一场肮脏的石油战争，可是我也不想只在后方运输队。这样下去，等战争结束了，我还一枪都没开。但是没办法，上司的命令。他说，伊拉克的飞机虽然没了，可是共和国卫队的神枪手都不知藏在哪儿。原来你是一个躲在后方驾驶室里的胆小鬼啊！看，这是战场。死亡嘛，再正常不过了。你还活着，我丈夫也会活着，大家都会活下去的。好吧，你的丈夫他能娶到你，说明他很幸运。战场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人人都有的那件穿在身上的防弹衣，是好运。
总算说了一句顺耳话。不过一个人的运气有时候会突然间就消失了，比如你丈夫。闭嘴。我起来啊！我起来，多么浪漫的夜晚，白白浪费青春的荷尔蒙，还有好时光。说什么？浪漫的夜晚？啊，对。你是在说浪漫的夜晚吗？啊？你的战友在出生入死，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我丈夫的安危，你现在跟我谈浪漫的夜晚？停车！停车！夫人，夫人，上车吧，夫人。您为了爱情，真的什么都不怕了吗？只有没理智的疯子才会这么做。黄夫人，你也看到了，这儿非常的荒凉，这沙漠里面有狼。就算你不被敌对人员抓着打死，也会被狼群逮着，然后一口一口的把您给撕着吃了。哦，你听见了吗？吓唬小孩的把戏，我才不怕呢。夫人，我只是太闷了，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没有必要这么生气吗？我丈夫受伤了，我不知道他伤在哪儿，伤得重不重。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对不起，夫人。快跑！快跑！快回来！隐蔽！快回来！快隐蔽！躲在这儿，我得马上去把他给收拾掉。谁？狙击手，别过来了呀！我不叫你，你绝对不许出来。路易，路易！路易，路易，你怎么了？我没事，你会开车吗？会开车吗？快点上车！我没事，快去开车！快点！快点！快点！快开车！快开车！冲出去！怎么样，当兵的？你不会死吧？我没事，子弹穿过去了。漂亮妞，你害怕起来也这么迷人，我可舍不得现在就死。怎么了？
你扔下我自己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了。你再不扔下我，我们都会死的。我不希望你自己走吧。这是我母亲的地址，请你替我去看看她，告诉她我是个称职的军人，告诉她我是怎么死的，告诉她我爱她。好好活着，你自个儿回去，有什么话自个儿跟他说。沙漠里太热了，你再这样走下去就会脱水，我们俩谁也走不出去了。扔下我吧，丁香。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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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了你？扔下我吧，求求你了！你再这样，我跟你上界了！你出这么多汗，身体会脱水的。我不是在吓唬你，你这个漂亮妞会死在这儿的。说一遍啊，我不会扔下你一个人在这儿不管的，不会的。你明明有活下去的机会，这对你不公平。闭嘴！雷昂先生，我拉着你走已经很累了，没力气再活了。现在我是强者，规矩我来听，别再给我找麻烦了，听清楚了吗？
说什么维护国际正义，其实说明白点儿，就是跟萨达姆争夺石油控制权。我这个傻瓜，哎，你怎么不说话了？黄夫人，你可真漂亮。丈夫确实是幸运的家伙。其实我们也就相处了三天，他就接到命令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他受伤了，我就到这儿来找他了。我一定能找到他，一定。夫人，我要早几个月见到你的话，你就不会嫁给这个男人了。那你早上几个月可不行，你最起码得早生20多年，你得生在中国温州一个小村庄里。你一定很爱他，要不然你不会不顾死活跑到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来找他。我真羡慕这个不知在哪儿的家伙。可是现在你可能要跟我这个倒霉的人一块儿死在这儿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好多坦克车！伊拉克人吗？需要帮忙吗，女士？阿月，总算是找着你了，阿月，不快啊！伤到哪儿了？啊！疼吗？没事儿，想上。阿月，你不该来，不该到这儿来，这儿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我们结婚吧，马上。我妈小时候给我算过命，说我不是寡妇命，你要是跟我结婚了，在战场上什么事儿都不会有。说话呀！你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保佑我而嫁给我？结婚？你们要在这儿结婚？是的，中尉先生。我倒是听说过这种事情，好多年前了。不过后来我们没再批准过。阿宇小姐，你是个漂亮的姑娘，非常勇敢。黄忠是很幸运，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姑娘。虽然我也想让她跟您回去，离开这个鬼地方，完成你们的结婚愿望。但遗憾的是，我没这个权利，真对不起。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她的安全。等这场战争结束了，你一定会嫁给这个你盼望的男人。谢谢您，您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钟伟先生，不知我能不能提一个冒昧的请求？请说吧。能不能让我的未婚妻搭乘护送伤员的飞机飞回法国？亨利中尉，皮埃尔上校找您。好的，马上来。对不起，我去一下。我试试看。谢谢。先生们，请安静。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奇迹般的阿宇小姐。这位勇敢的女士，她孤身一人，跋山涉水，经历了所有的困难，来寻找她的未婚夫。也是她，冒着巨大的危险，用她娇小的身躯，救助了雷昂少尉。她是一位浪漫的女神，我们法国的骄傲。现在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祝福吧。我真的没办法给你们一个婚礼，只能是在这样的鬼地方给你们俩送上祝福。谢谢。哎，等我回去我们就结婚。生一对孩子，让我用剩下的生命来一秒一秒的爱。